有先知，走正常路线吗？有人跑了。魔术，有眼，他减速了。不知道谁在这边修了，看一眼是谁，黑妹，黑妹就没地了。先知呢？先知在人皇应该。疯了呀！鸟没发挥作用，人还死了。应该是不救了，直接走。就怕这个黑妹有想法，都不好追。我们也没治愈了，人皇插了个眼，不救了。幽冥重新修，黑妹也在补电极。女人去救了，佣兵去了。我先假装走，我等会儿再回来。看来没必要了。
前面的电器还差很多。不信他顶这个眼修，你修得完？哎呦，完蛋，换上。乌龟。